请问对方前男友的职业是什么？某人。医生啊，所以他私下是正常人，他私下不是，就是那个样子。他好像不喜欢跟女朋友做亲密的事情。对对对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林相，你是因为这样跟他分手的吗？差不多是。就是玉林哥说，早上没啥鸟用，晚上鸟没啥用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